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一支合作影片，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碰果手作跟我们一起拍影片。那这次我们要挑战是什么呢？江江，就是这个镜子挑战。什么是镜子挑战呢？就是我们要把白纸当成镜子，将题目写成镜子里看到的样子。游戏规则是，我跟碰果会各出十道题目给对方，然后分成四个阶段，一到三题是 YouTuber 名字，四到六题是成语，七到九题是英文单字，那最后一个就是最难的部分，也就是一个中文句子，我们要分别在15秒、10秒以及20秒完成这个挑战。每一题都有规定的时间，最后看谁错的最少就是赢家。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挑战的内容吧。第一题，白痴公主。第二题，弟妹英文。第三题 ，life 乐生活。第四题，栩栩如生。第五题，万众一心。第六题，生龙活虎。第七题 ，Notebook。第八题 ，handmade。第九题 ，Lady Gaga， 嘎嘎，乌啦啦啦啊。第十题，很高兴能和莎莎一起拍合作影片。
散分时间。好紧张哦，觉得完全来不及。那我们赶快来算分数吧。首先是我们的第一题，白痴公主，然后这个点错了，这个根本就完全来不及。第一题我根本就是在晃神，想说时间应该没有过那么快，结果一下子就到了。这两个地方是错的，所以是减二。再来第二题，弟妹英文，哇，那个弟这样可以算对吗？文的点都错，为什么我的点都会点错边呢？真是太难了，真的是太困难了，减一。再来第三题，奈弗勒生活，哈，一完全错边，活的三点水好像也是错边的，哎，好意外，乐写的不错，一是错的，活的三点水是错的，减二。再来是成语，栩栩如生，耶、yeah, ，这个应该算全对吧？减零，太棒了。下一题，万众一心，应该是这样写吧？我其实不太确定万众一心是不是这样写。众的这边是错的，减一。再来是生龙活虎，生龙活虎，虎的这个错边了，生龙活虎，好，剩下应该是对的，减一。下一题是英文单字 notebook， 哇，全对，那个一终于写对边了，耶、yeah, ，减零。下一题是 handmade， 呵呵，第一跟 B 真的是超难判断的，尤其是在那么短的时间，你根本就来不及思考到底是哪一边。好，减一。再来是 Lady Gaga，Lady Gaga 该算全对吧？那个嘎嘎乌拉拉应该是不用写出来吧？哈哈。好，减零。最后一题最困难了，其实他是说很高兴跟很高兴一起跟莎莎手做拍合作影片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写很开心，然后这一题就是完全一整个来不及，我还是把它写完了，没有在秒数以内，这样应该不知道要怎么算分。好，很这个我后来有改掉了，这样可以算对吧？然后开心一起一起，这里错了，跟也错了，莎莎根本呵呵，拍合作影片这样子是对的，所以可以算错两个吗？时间不够怎么办？错两个，好，不管了，我就算错两个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统计分数吧，减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哇，刚好错十个地方，不知道这样算多还是算少，很好奇我们的对手得几分。那点这里可以看碰果的挑战影片，我也好希望可以赶快看到他到底写出了什么奇葩的文字。影片结束咯，第一次的合作影片大家还喜欢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请你按个喜欢让我知道，也很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看大家想要看更多什么样的合作影片，或是挑战，或是碰果得了几分。欢迎大家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邀请大家一起来玩镜字挑战吧。最后最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订阅莎莎手作跟碰果手作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
拜拜。